经了解为某艺术团体哈，预定在11月啊，在这个国家两厅院办理表演艺术活动的系列活动之一。那研判这个行为应该是这个表演团体的行销策略。那在参酌撒钞的时间、地点、行经民众的状况，还有附近周边商家哦，均无遭受到受滋扰的这个状况。那本分局也没有接获相关的报案记录哈。那在洽询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的意见之后，全案尚无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相关法律的状况。那盐城分局呼吁哦，民间团体于观光地区举办各项活动哦，建议哈可以先向这个主管单位来报备核准哦，避免引起民众不必要的恐慌。刚才花了你们，这件画是送给你的。谢谢。不会。谢谢。不敢了。